谢主给我们已过这十一篇的信息，我们渴慕做对的人。主啊，这些信息中给我们有回头的光，我们全人被调整，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路、我们所想的、所听的都能正确。到末了叫我们在说话上哦，能成为完全人。祝福这样的信息多方的成全我们。Amen， 感谢主。刚刚愿弟兄最后那个总结啊，很重要。他说前面十一篇呐、啊，就为了这一篇了 啊。前面十一篇若真蒙恩呐、啊，这一篇恐怕就大大蒙恩了。的确，所有我们所说的都根据我们所吸收的，我们所收的、所说的，根据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千万不要强言，什么叫做什么强辩说我有口无心，没有。圣经的话是心里充满，口里就说出来。灵要对啊，话讲得再婉转，灵不对主就听出来了，对不对呢？灵要对，路要走得对，路走不对，话也不容易说对。那路要对，就有很多秘诀，紧紧跟随，接受身体的引导，不要被绊跌，做得胜者，或者是得胜者。然后要站住对的立场，要看见对的意象，有对的推理，就是想的对。最后呢，还要听的对。事实上，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原则，所以常常说注意你的朋友，你跟什么朋友混，你就成为什么的人啊。注意你所听的，注意你所读的，注意你所听的节目啊。任何节目听久了，我有一段日子，我不是一段很长日子，我都很关心呐、国家的局势啊等等，所以我听了不少政论节目，听到末了啊，哎呀，真的不如归去啊！听到末了哈、啊，真的是你所愿的不一定你所也是啊，你所愿的达到也不一定是好处，你所不愿意的成就也不一定就是坏处。至终只有一句话：耶稣是主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圣经的话，转眼不看虚假，让我们绝对要在真实的路上来花功夫。所以我的确阿们这句话，已过这十一篇呐、啊，为着这第十二篇。第十二篇是总收成，第二十二篇是总展览。第十二篇，当你能说出什么话，就证明你我经过是什么过程啊。世人也讲狗嘴怎么样，吐不出象牙来啊，象牙就要有象的生命才吐得出来，还是生命构成的问题。那今天做这个纲要的时候，我自己呢，以前在听话说话上也讲了一些信息，我也列了一些东西，有的我就没有列进来了，就说到世界上的人也知道听的重要，说的重要，所以有一些话呢，你听听也觉得有道理，但是没有不一定有营养，有道理不一定有营养，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只是真理，而且是营养。还能够成就事情，那不够营养的却有道理的，我们听听珍赏一下也不错了啊。比方说世人就说啊，要为说话负责，哎，一言上邦啊，一言兴邦啊，这是论语的话。还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我们都熟悉的，有时候一句话就闯了祸了，有这种经验啊，我们就知道话语是不简单的。他说失足，西班牙的谚语啊，失足尚可挽回，失足不一定成千古恨啊，失足赶快爬起来重新再来啊，失足尚可挽回，失言无法补救啊。当失言的时候，这句话就在网络上流传了，就无法补救了。刀伤易痊，舌伤难愈啊。刀伤过几天就好了，伤啊，嚯，你搞外记耶，哈哈，到勇士还要唱忘不了啊啊！智慧而听，智慧由听而得，悔恨由说而生
啊啊，那么这个听听也就领会了。还有一句话说，我们有两只耳朵，一张嘴巴，意思就是要人多听少说。你若不知道，只管闭口，别人还以为你是一位哲学家啊。这都讲得很有道理，但是没有什么营养吧？你闭口又怎么样？哲学家又怎么样？不是哲学家又怎么样？啊，还不是生命的话。不过呢，听听还是有它的道理。老子这么一个智者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那大家都不说话，那就是奥秘里了啊。他说要说啊，道可道，非常道。他说可以讲出来的道理就不是永恒的道理，名可名，非常名，可以叫的名字就不是永远的名字。那到底什么是常道？抱歉，讲不出来，天机不可泄露。这什么跟什么嘛啊，还不如圣经的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话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哇，这个听起来啊痛快啊。所以啊，无论怎样，我们还尊敬这些哲学家，我还是最佩服他们，他们真愿意找到真诚真实。但是确实啊，我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同情他们的结论。所以你我今年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手中有这么多主活而长存的话。还有西方哲学家说，最令人厌倦的就是当你希望他听的时候，他说了起来。这个经验很多啊啊，所以啊，在服事主第一个要学习听人的话，要会听人说话，否则你还不能帮助人。底下有一句话说得好，越少思想的人说话越多，允诺最慢的人常是履行诺言最忠实的人。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满了生命的供应啊。那么在后面是我加的啊，所以没有押韵啊。然后呢，再来他说啊，不必说而说是多说，多说遭怨，不当说而说是瞎说，瞎说惹祸。也讲得不错啊，这是英国，英国人很深沉啊，阴沉一点啊。好，再来啊，英国诗人波普讲的话说什么呢？话就像树的叶子啊，话犹如树叶子，在叶子太茂密的地方是很难见到智慧的果实。也蛮有意思的啊。所以有时候话语不一定是要落落长啊。那么再来，言语贵乎得体而不在于流利啊。有时候我们讲话流利了，反而有时候不得体。我听到有一些弟兄们说话不是很流利，好像很挣扎的说，但是每一句话你觉得很有味道，很有生命的供应。所以啊，在乎得体，在乎啊，在临终合适的说。喋喋不休的人就像一艘漏水的船，每一个乘客都想快快逃离他啊。真的有时候有的人呢，闲话话匣子一打开啊，就没完没了，你只好找个机会啊闪一边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那个功夫跟他混在一起啊。如果不能用柔和的话去征服对方的话，就无法用严肃的话去征服。参考一下啊，人是未说出，哎，这句话讲得很好，亚里士多德啊，人是还没有说出之言语之主，是已经说出之言语的仆人。你说出了，你就要为你说的话负责。说了半天，到底该说什么话？你搞不清楚，还是回到主的话。唯有主的话是永远长存啊！我们呢，慢慢的要被啊领会。好，再来是控制你的舌头，否则你的舌头会控制你啊，就是你变成他的奴隶了。一句话啊，好，这个，这句话蛮有意思。丈夫一句好话，会叫妻子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忙一辈子。这做弟兄的是要操练。我在夫妇的交通里，我常用这句话啊，真的有时候啊，弟兄要会说一句温馨由衷的话啊，
真的，我说过这种话，结果果效不错啊。但是你想制造果效，抱歉，第二回就不管用了。你还是由衷，还是在林中过生活。言简意赅是大智慧。撒谎所受的惩罚，与其说是他不再信任，受人信任，不如说他再也无法相信别人。好了，这就是世人啊，说了半天你就立志做一个会说话的人啊。我也买了不少说话术，说话的技巧，说话的哎呀，这各种书啊，买到末了就是不得营养啊，不得营养，你就说得非常漂亮又怎么样 ？So what？ 啊，但是感谢主，今天主的话句句都是定准的啊。我们先不读啊，这个属灵格言，属灵格言是被主的话泡透的话。抱歉，属灵格言关于言语啊，我收集了不少，但是呢，真的还很难看到啊，多少属灵人对言语这个定义的好。所有选到末了，我把其他的人全部拿掉，我只留下，等一下你读的时候都是尼弟兄的。真有意思啊，尼弟兄啊，真的很多话到现在还是感人的。我们还是来读读啊圣经的话，圣经中箴言啊佳句来读读看啊。第一句说什么？箴言十章十一节，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有没有看到？哦，对不起，不对不对，我现在拿的是我自己的老纲目啊，哎，抱歉。现在我们来到这里所列的经节，来，第一处说什么？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银器里。一句话说的何宜，又有金又有银，又有主的救赎，又有生命的性情，满了生命的供应。第二句话说什么？安慰人的舌是生命树，乖谬人的嘴使灵忧伤。但愿我们的舌头一说就能收鼓励安慰的话，它成为生命树，叫人得滋养。乖谬的人的嘴是使人忧伤啊啊！那么你们的话啊，这是主耶稣的话，多干脆。来，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多么单纯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呢，提前四章说，只是要弃绝怎么样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虚构无稽之事啊，世俗的言语，老妇虚构无稽之事，也就是与神经纶无关的事，不必太纠缠不清了，那些让他去吧。第五，我们从年幼要操练，任何一个年龄都应该宣布这句话，因为现在就是你最小的时候，现在就是你最年轻的时候。一起读，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为人、爱、信、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不叫人小看你年轻，第一件事就在言语上显露出来，言语、为人、爱、信、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第六，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全身啊，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全身。言语若完全，他就是完全人。提把第九擦掉，第九把它划掉，我这抱歉，不小心重复了。好，第七一起，舌头也是这样，虽是小肢体，却能说夸大的话。看哪，多么小的火，能点着多么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污秽全身，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雅各书啊，讲了很多关于言语的事，所以他说，言语若完全，就是完全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操练我们的说话，但说话怎么说才完全呢？到末了，今天的话就照着调和的灵，照着灵生活行动。我很喜欢李弟兄那个定义，我也重复多次，李弟兄说照着灵生活行动，
包括穿着、进退、应对，对不对呢？怎么梳洗、怎么理发、整理头发等等都是。但是他说，生活行动80%都跟我们的言语有关，所以照着灵生活行动，最大宗就是照着灵说话。今天有时候我们不照着灵说话，马上我们就岔出去了。我上一次有没有提过？有一次我跟李弟兄谈到性格的时候，李弟兄啊说到性格30点，而至终他跟我帮助我说，当你去带性格操练的时候，不要忘了性格的操练绝对要连于，他用英文来发表，连于那活的人位，要 link to the living person， 要活的人位连起来，然后 link to the spirit， 连于那灵，还有 link to life， 连于这永远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要操练性格30点，真准锦情大戏，怎么操练？绝对不是啊成功领事的操练，也不是日本魔鬼训练营式的操练啊，都不是，而是啊我们操练一件事，凡事照着膏油涂抹的教训，对，照着里面的膏油涂抹来说话，也就是照着调和的灵来说话，来进退，来应对。他说80%所有的照着灵的项目，80%跟说话有关。而当我们照着灵来说，你就发觉性格中的真出来了，照着灵说那个准也出来了啊，说的时候紧也出来了。当你照着灵的时候，里面有各种的教导和教训，会叫我们得体啊。殷勤，当你在灵里的时候，连于这个人位，你就不敢偷懒，一偷懒灵里不平安啊。大情大戏，本来这个人呐、是很心胸狭窄的，你在灵中，在生命里，心胸变宽大了啊，大而不粗。大而不是粗线条，细而不小啊，这个不得了，里面的所有的奥秘，那30项啊，里面这个人位、生命和灵里的美德都得着发展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要感谢主，这一切的操练都不是外面的修行、外面的什么修养，而是里面生命的连结。我们越连于他，不在自己，不再活自己，而活他的时候，自然我们的习惯改变了，我们的说话是受里面膏油涂抹拿捏的，好像放风筝，我们不是断了线的风筝，我们是有一根线拉着我们来呀，径直来呀，鼓励的。好，第10，一起。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对不起，还没完，对，第八啊，第八，来，你们要追求爱，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伸言，但那伸言的乃是建造教会。第10，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还告诉你们，人所说的每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所以让我们学习说话，而且说得对啊，这个说得对怎么来操练呢？我们等一下后面有很好的纲要，我们再来看看尼弟兄啊，全部是尼弟兄的啊，所以我后面把尼弟兄的名字都拿掉，只有一个漏了拿啊，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呢，请啊弟兄姊妹来对读一下哈、弟兄一句，姊妹一句啊，来，弟兄们第一句，我们的话像一个洞一样，能够把神的能力流出去，也能把神的能力漏掉。亲爱的，所有说话都是一个洞一样，可能这个说话是漏掉生命，也可能这个说话是生命的流露，看我们如何来说话，也说什么样的话。这句话你看尼丢的话非常有分量。来，姊妹们，第二，个人的生命显化而漏掉，个人和教会都应该是生命的供应团、供应者，但是因显化可以漏掉生命。尼弟兄的名著《显化漏掉生命》。第三，弟兄，一个人对于话语能不能约束，也就显明他对于自己能不能约束。能约束话语，
才能约束自己。有时候真的有的人他习惯了爱说话啊，曾经有一个圣徒说，我若不说话，我这话会从我嘴唇不是嘴唇，从这脸颊蹦出来，好像不说话很痛苦。但是我们学习照着这活的人位说话，我们就慢慢习惯会改变了。第几了？第四，姊妹们要学习为着造就人而开口，也要学习为着造就人而不开口。你看这句话好不好啊？啊，有时候为了开口，为了造就人；有时候不开口，也是为了造就人。第五，弟兄们，我们不必天天在那里预备上台的时候要讲什么话，我们却要天天在那里注意在台下讲什么话。我们必须从约束自己的口起头，我们才能传主的话。哎，这个是反方向的操练，我们要操练每一次的开口。第六，弟姊妹们，多话是最大的损失。话多的人，传话多的人，在神的工作上是绝不可拖的人。所以话绝不可拖的话就可惜了。第七，弟兄们，我们身上有一个顶坏的肢体，常常把我们带到难处去的，就是舌头。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话。第八，姊妹，这一段很重要。来，挑水用的铜，不能挑烧饭的水用这个铜，挑脏水也用这个铜。如果挑脏水的铜也用来烧饭的水，那就要危害人的健康，甚至危害人的生命。照样，我们的口如果在神面前是为着传神的话的，我们的口就不能随便用在别的事情上。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桶子，所以记得我们这个是挑水的桶，还是什么挑水的桶，不能挑烧饭的水，又挑脏水啊！我们要注意我们呢这个器皿的干净。我们注意我们说话的内容。第九，弟兄们，我们必须记得，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样的水来，不能一会儿给人甜水，一会儿给人苦水。干净的水和污秽的水调在一起，不是污秽的水变成干净，而是干净的水变作污秽。这句话太好了，弟兄姊妹，阿们吧。啊，必须记得，一个泉源不能发出两种水来，一会儿给甜水，一会儿给苦水啊！这个李弟兄也说过啊。当你跟他说的时候，你看着他跟那一个人讲话，跟一个弟兄讲，哇，称赞他，哎呀，你真好啊，你真怎样啊？等那个一转头走了，马上就跟旁边这位弟兄说，他，哎呦，这个人你要小心他。李弟兄说，哎，怎么会这样？刚刚才讲过称赞他，一回头要小心他。这是一口两舌啊，啊，一个水桶挑两种水啊。我们绝对要学习啊，有时候我们的说话真的是要求主让我们从开头就学会照着灵来说话，是受约束的来说话。来，第十，一起读。将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要发现话语给人的破坏也许过过许多别的东西，因为话语的破坏是不停止的，又要继续到别人身上的，所散布的死亡是不停的。你可以懊悔求赦免，主的血也能洗净你，但是血不能从世界上除去那句话。很特别的发表哈，哎，你可以求主保险，主也可以赦免，不过那个保险不能除去那句话。这就是我想起我们都说到认罪的时候，有一位啊姊妹，她有一天呢，她就觉得对一位服侍者啊有很多不敬的言语，所以以至于啊对他有亏欠。有一天她就当面来向他说，对不起啊，我说了好多毁谤你的话，说了不得体的话，哎呀，请你赦免。她说，姊妹，我当然可以赦免你，不过你可不可以也替我去做一件事？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你能不能去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你只要你愿意赦免我，我都愿意做。他说好，你去啊，杀一只鸡，把所有的鸡毛啊都放到篮子里啊，拿来给我啊。他就杀了，把毛都拿过来。
他说好，那现在麻烦你啊，把这个篮子里的毛啊，一路走到回家的路上，一路把它丢掉啊。那一丢，风一吹啊，就吹到巷口啊，吹到哪里啊，哎，就跑掉了。哎，他说哦，我都丢了，我又回来了。好，那现在麻烦你啊，再回去都把它捡回来。那这时候他只有面对马路哀哭切齿了，做不到的啊，因为他已经啊流传在其中。特别现在是网络的时代，我有时候到有一些地方去服侍，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弟兄们，哎呀，那个讲话啊，我就替他很担心啊，真的那个讲话就很不负责任啊，这个。看一个影，生一个囝，啊，就是一大堆啊，这个话讲的啊，哎呀，我当然我就不便了，提太多啊，太多这个事实例子，真的是啊，说的无卡无丘啊，这个好像说的啊，这个很多像事实一样，但是呢，根本没有好好的真实了解，所以这种话，哎，这时候要回头去听。什么叫做不要绊倒人，不要被绊倒？还有一篇信息叫做“倒垃圾的原则”啊，你要知道垃圾怎么处理，垃圾只能化垃圾为能源，垃圾不能乱倒，生命可以到处流，垃圾要往对的地方倒啊，这个都是有原则的。我想我们先讲到这里。不过这篇信息更重要的是，好了。这一切我们都要学习如何让自己受正确话语的影响，然后成为一个正确说话的人。连地上有很多啊，慢慢都我们都听到有一些正面能量啊，正能量的话，说正面的话，一面说很好，不，这跟神经轮无关就是了啊。但是你就知道原则在宇宙中是有一点像的。我听到很多这种实验，而且还啊真正有这个事实。比方说他们种一些植物，他们就对这些植物说好话，说可爱的话，说啊像 pumpkin 啊，种南瓜，听说得冠军的南瓜就是那个主人天天呢对他浇灌，然后说一句话 pumpkin I love you。Pumpkin 我爱你，结果这个南瓜哦一听爱啊，就砰砰砰一直长到末了得冠军啊，这可能是真的 so what， 得冠军又怎么样嘛，所以这不是重点，但重点是说正面的话是正面积极的益处啊。那听说啊，你对花对什么说称赞的话，所以你就得着一个好的结果，这叫做什么样凡事谢恩呐、的原则。特别有一个实验很有名，我看在网络上一直流传，我也信那可能是真的。日本人有一个实验叫做水实验，有没有？所以就对水啊，你贴上对的标签，我爱你，或者写个什么，反正写正面的话，它后来啊结构出来啊，那个结构它是结构给你看，整个就是神的创造你最美的结构。如果你说我讨厌你，这句话天天对他讲，保证他结构出来是狰狞的面目。哎，这个你看看啊，我是愿意接受。我说这个可能，但是又怎么样？对不对？这个是地上物质范围都还在这个原则里，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要说的话、要听的话，是指比这个更重要的话。不是所谓正能量而已啊，所谓这个好话了，对的话，这还是知识善恶的原则。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生命的话，说是永远生命之道。所以彼得有一天说：“主啊，你有永远生命的话，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我们来看纲要，第一大点，纲要说什么？说得对的重要。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位神。就是一位不是哑巴的神，这位神就是说话的神啊！你要知道，神说话，而且这个话句句带着能力。来读读第一句有能力的话：神是说话的活神，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怎么样？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第一小点说，他借着说话创造了万物和人。神也借着说话在做工。第二小点，这个二要加上去，在旧约时说话，在新约时代的教会中仍旧说话。第二重点特别重要，
这个终点呢、啊，应该做一个特会才够的。说什么呢？来，一起，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工作。再一遍，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工作。你要去好好读一本书，叫做《神话语的执事》。说到这位神说话，而且神不止自己说话，神要得着为他说话的口，神要得着话语的执事。这话语执事绝对不是靠自己信口开河，是为神说话，说出神来，就是今天正确的伸言者啊。他说话语的执事说话的时候，神的工作根据神的说话，神的工作做到哪里是看神的话说到哪里啊。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工作。当神对那个时代话语不稀少，我们就知道主祝福我们啊。我不知道你们参加过了姊妹集条了吧，参加过的举手一下啊。那还有准备参加另外两梯次的举手一下啊。还有一些哈，我告诉你，这次听这个话真是重要，也真是好。我参加了第三梯次，第三次人最多的，超过1000人啊！参加第三梯次的举手一下，哎，也不少啊！你们是有福的啊！那么当然，我其他梯次我不在，我相信也是有福的。我这一次啊，真的是太好了，连我在那里参与说话，但是我听弟兄们说话的时候，弟兄们花功夫啊，你越听就越有收获啊！你知道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工作，你就向神的话说阿们，阿们就能同蒙恩，感谢主。那么所以啊，哇，我看所有的人呢、啊，听过这些话，个个都活了，个个都好喜乐啊啊！其中我知道有几位一直在我们中间呢、啊，香条香条。他们一直啊还没有离开他们原来所聚的地方啊，但是呢，等到这一次听完之后，他们知道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必须开始好好为了听纯正的话啊。所以啊，今天早上他们已经新的起头了啊，这是看见主话的功效。来，底下第二重点说什么呢？神的说话就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说话停止了，神的工作就停止了。所以神要继续说话，怎么继续说？不止神自己说，神要他的儿女一个一个起来说正确的话。来，请看第一小点，说神借的说话，来把它读一遍试试看。神的话，来等一下，神的话不止创造，神的话连托住也靠神的话。今天有的人怕杞人忧天，怕天塌下来，不要怕，因为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神的说话创造靠说话，神的托住靠说话，然后你我得救成为新造也是靠说话。对，神的话叫我们得着重生，然后呢，你我得喂养靠说话啊，话中之奶的洗涤，话中之营养是的粮食的供应，叫我们长大。至终啊，最后神最重要的不止创造，还要建造，不止创造旧造的一切，为了产生新造，建造他的身体，靠什么？靠说话。借着人人说话，来读读第一终点，一起读好吗？来，这一段话我希望大家站起来读啊，认真读进去。来，神借着说话创造万有，神借着说话托住万有，神借着说话产生新造，神借着说话供应喂养，神借着众人的说话建造教会。非常好，就把那四个字重点的啊，产生新造什么，成为创造万有等等，那四个字七倍加强啊。再来一次啊，这段话可以开一个特会的啊。来，一起，神借着说话创造万有，神借着说话托住万有，神借着说话产生新造，神借着说话供应喂养，神借着众人的说话建造教会。一次讲到完，请坐。你就看见今天看见所有的创造，知道不是突如其来的啊，乃是神借的话创造万有。今天所以万有那么有次序的回旋转着，不是靠什么逻辑啊，靠什么来呛死，都不是，乃是怎么样，神全能的话，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然后呢，神借着说话
有一天我们听见主的话了，我们就得了重生。我们得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话。所以各位要继续传福音啊，为了产生新造，产生新造之后怎么样，还要让它继续有化化中之奶的洗涤，所以还要有新人的喂养，然后呢还要继续供应吃喝享受干粮，最后人人起来说话来建造他的召会，这一切都是说话。那这段话好不好啊？光这段话够本了，圈圈起来啊，巴不得再读一遍，但是没有时间。第二小点说什么？来，神说话是借着人的口说出来，因此他要得着一般对的人做他话语的出口，也就是伸言者说话。为此人的说话是何等紧要，若说的对，神的心意才得表白，他的工作才得以往前。这段话延伸往前，就神的说话不只借着他的话在那做工，而且神借着人继续说话。你我今天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主在地上说话，因为他是化成了肉身，神不只有说出来写出来的话啊，说出来的话，神还有活的话，对不对呢？说出来写出来的话是圣经和解开的话，但是有一位化成了肉身，他就是话的本身，一个是活的话，一个是写的话，这两个话乃是一个，而这个话要继续在人里面继续说啊，继续。所以今天轮到你我说，当时主耶稣说完，彼得说，保罗说，对不对？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怎么样，不得不说。哇，一说千人得救，一说哇好多人得救，得救之后就有一天到东方来传给某人得救，他得救以后就传给你的爸爸得救，你爸爸得救之后就带我们去也得救。反正你我今天在这里都是因为继续有人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主的恢复价值，非拉铁非的道路价值，就是我们不要圣品阶级，我们恨恶神所恨恶的。神说他恨恶尼哥拉党的教训，他说你们恨恶也是我所恨恶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呢、话怕得罪人呢、神恨恶、我不太敢恨，恨了得罪人怎么办？神说恨，你敢说不恨呢、所以恨什么？不是恨人，是恨那个教训。什么教训？就少数人代表说话，其他的人闭嘴，没有机会说话。为什么？你是平信徒，人家他是专业人士，这个叫做堕落。弟兄姊妹，阿们吧。所以在主恢复里就要恢复这一个啊，什么回归啊，教会的正统啊。我这次还又说了我那个比喻，你们已经很熟悉了，你们都知道我以前呢、我有颈椎啊，我的腰椎啊，我都走了位了，就是腰酸背痛。我真的是啊，有一段日子我痛到啊每秒每分都在痛，痛到啊我常常会开玩笑，我说啊保罗有一根刺，我有好几根骨刺。然后呢有一次我还记得从美国要直接到纽西兰开特会，我那一天呢、我的手啊根本不能这样，就这样趴着扒着扒在飞机的这么，反正就扒着，整路都这样扒着这样走，就是这样才舒服拉开。哇，一到那里就找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啊会拍掌啊治疗，不过每一掌都很痛就是了，我称他叫做有盼望的痛啊，拼命忍受，但是呢到末了还是没有走回该有的正统啊。后来啊遇到一位弟兄啊，这位弟兄啊，我真的是很感激他，速度很慢啊，但是呢稳扎稳打。他叫我去了以后啊，他就叫我趴下去，他有一个定位器啊，他这个有学理的，他说神造人的时候那个架构是这样，你一躺就看出你离开架构有多少，换句话说你有没有离开传统啊，或者说离开正统啊，你偏离了正统，差出去也不行，过于不及都不行。他一看以后果然一弄一弄，就你这些不对那些不对，马上就用空气枪啊把你打回去，啪啪啪，开头打真的还蛮痛的啊，但我称他叫做有盼望的痛啊。但是打了又三天回去啊，又回去了，
那校正啊，校正，妈又回去了，又回去再来，哇，弄了好几年了，到现在啊，我们配合无间了。我一去的时候，我大概知道哪些地方不舒服。他一打，我说对，就是那里，对，就是那里。打得好，蒙光照很痛快，你知道吗？哎，打得好，打完之后我说对了，我又舒服了。啊，最近有一次我出国到澳洲啊，走绕了21天呢、啊，回来竟然不到5分钟校正完成。他说：“光兄，你这次成功了。”我说你的功劳，带我走恢复的道路啊，回归身体的正统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在这里受成全呢、啊，就是要回归真理的正统啊。我们要说主的话，这些话都是有果效的啊。我现在是每一个礼拜啊，只要在台湾，我就去校正一次啊，再对照蒙光照一次。弟兄姊妹，每一次聚会都是让我们回归，让我们呢、啊、被主的真理所校正。慢慢你就看见一个一个，我们呢、啊、观念要校正，不是少数名嘴替我们说话。不，我们在台湾呢、啊，这个操练家风真好。对不对呢？我们现在不知不觉啊，我已经快70的人了，我也算是被列入什么，比较资深一点的了。所以这现在特会啊，像我们这次姊妹集条，我上台机会不多哎，这次算最多破纪录，上4次台。3次只讲10分钟啊，最后面10分钟啊，那么中间讲一些25、30分钟的，哇，很珍贵，我很珍惜那10分钟。目的是什么？因为太多人可以讲了，好多年轻人比我们讲的还老还好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他们这讲的比我还深入，所以我听了我真是感动，多次落泪啊。主的主宰刚好最后一次我做 conclusion， 我真的在要结论的时候，哇，我结论之前呢已经擦了好几次眼泪，因为我觉得太好了。弟兄们说的好是我们的荣耀啊，不是少数名嘴，只有永远李弟兄讲的好，那就呜呼哀哉了。李弟兄说，我盼望我有能产生100个我1000个我啊，我们愿意做前面弟兄的录音机，我们以他们的帖子为帖，所以我们要学习说正确的话，我们要找到正确的帖子啊，找到正确的帖子，我们照着这个说，说来说去整个家风改变了。现在哇，那个训练真好哎！说话的3位说话，但是呢，说话之后啊，呜、哦，一窝蜂啊，100人就上去了啊！真的看见那个声言呐、啊，人人都学习说啊，这是主所要的。借着人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主恢复要那么麻烦大家，人人诚心，人人享受，人人天天被主的话构成，到了主日，人人。都起来说话啊！第一次说一定荒腔走板，对不对呢？不要紧，牙牙学语，学到末了，经过20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好多深言越过越有分量。所以弟兄姊妹要一起努力呀、啊！啊，让主的话翻蒸起来，这就是说的话，说话的重要啊！我们再把第二重点的第一小点呢，再宣告一次来。神借着说话创造万有，神借着说话托住万有，神借着说话产生新造，神借着说话供应喂养，神借着众人的说话建造教会。第二小点，神说话是借着人的口说出来，因此要得一般对的人做他的话语的出口，也就是深言者说话。为此，人的说话就何等紧要，若说得对，神的心意才得表明，他的工作才得以往前。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一个都可以做伸言者说话，所以绝对不要撇弃我们的权利，否则我们就回到尼格拉党教训的原则里。主说我恨恶这一个，你恨不恨啊？所以要不要伸言啊？刚刚还是没有清楚，你恨不恨？大家不好意思恨。神恨，我先告诉你，神恨尼哥拉党的教训，你我恨不恨？那要不要做尼哥拉党？要。那要怎么办？要人人伸言啊，没有被取代的必要，人人都要负这个责任。好，第二重点说什么？说得对的势力哦，一说得对啊，产生的影响都是正面的。第一个亚伯拉罕记得吧，为罗德祷告，说得对，一起读。
亚伯拉罕为罗德的祷告，他抓住神是公义的神，他向神有六次代求，最终使罗德从索多玛蒙拯救。他祷告的对，他向神说话说的对，啊神啊，你不是要拯救一人吗？神啊，这里有若是有五十个，你怎么拯救？主说五十个我拯救，有多少？开头是几个？就是五十个，对不对？再来有四十个，你救不救？我救啊，三十个也救，二十个还救。主啊，你不要发脾气啊，那十个怎么样？记得吧？哇，我看那一段我都觉得写得好啰嗦啊。不是啊，就是说他在里说正确的话，说代祷的话，说神心意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不聚会的失联的弟兄姊妹祷告，不要灰心，主喜欢垂听这样的祷告。我们更喜欢路德的话，哇，路德的话真好，对不对？她的啊，她的婆婆很可怜啊，婆婆带丈夫带着婆婆啊，这个公公带着婆婆带着两个儿子到了摩押地去啊，娶了两个媳妇在那里，结果呢因为离开了祝福之地啊，就满带着沧桑啊，啊一个一个丈夫死了，两个媳妇的儿子也死了，结果死了以后，那就是寡妇带着两个寡妇啊，寡妇婆婆带着两个寡妇媳妇，你说还有指望吗？没有指望，但是感谢主，我们的指望是神。哦，当啊，这个拿俄米说：“哎呀，我是苦的，你们都回去吧，赶快趁着年轻再去找人嫁吧，不要跟着我啦！啊，我还要回去我所在的地方。”这时候，那个大媳妇儿听一听，果然没希望啊。虽然流泪，虽然舍不得，还是撒欧娜娜吧。但是路德啊，他听到这个话，他却抓住一个应许，我要成为神啊，怎么样？我要成为跟神有关的人啊，我要抓住神的祝福和应许啊。所以路德向拿俄米说话了，这个说话到现在被文学家啊说这是啊人类史上文学最感人的一段话之一。还有一段叫做《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头》，这一段也被文学家评为最好。不过你不必跟随文学家，你要认为这是最好的心智，最好的说话。我特别把它登出来，一起读读看啊。路德向拿俄米说话，路德说：“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这个祷告好不好？我巴不得我们啊，读的就是我们的心愿啊。这次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该大声，该七倍加强，我们就七倍加强，当作我们祷告和宣告。来，路德说：“用我的名字，好吧？我就光红说你是谁啊？这个，哎，你就用你的名字。来，二三，光红说：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最终呢，这样正确的宣告和说话，正确的心愿，至终路德与波阿斯成为婚配。那里有好几个奇妙的恰巧，对不对啊？恰巧他来到波阿斯那块田，恰巧波阿斯刚好来到那块田里，恰巧，哎呀，一路恰巧到底。这个恰巧啊，不要随着世人说哦缘分好，错了。是耶稣是主，是神的主宰，连我们能得救，恰巧表面看恰巧，其实是神的怜悯。我们要赞美主啊！结果呢，他与波阿斯成为婚配，成了大卫的曾祖母，有份于基督的家谱，还得了？本来你要知道啊，罗德、路德是谁啊？路德是谁的后代啊？摩押的后代，摩押是谁的后代啊？
罗德的后代，是乱伦生的。所以圣经里说他们是怎样，人多少代不能进神的会，十代耶，十代都不能进神的会。但是他不止进入神的会，他还成为主耶稣的先母的祖母啊，先祖母，是成为大卫的祖母，曾祖母，大卫的曾祖母。弟兄姊妹，哎呀，所以啊，你要去读读李弟兄那本书，叫做这个主耶稣，这个什么主耶稣，这个他的传，不是传记，那个叫家谱，主耶稣家谱的拾遗。在主耶稣的家谱里，你看见神的主宰多么奇妙，叫我们各样的罪人都能有份于这位基督的救赎。太好了，再来大卫，哇，大卫啊，被称为合乎神心意的人。为什么他那么好行，感觉就甘心的啦，啊，神觉得哇，他真的是合我心意，哎，能被神称作合他心意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因为他说对的话。来，一起读，大卫向伸言者拿单说话，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倒住在幔子里。他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因此神应许他的后裔来完成圣殿的建造，并坚固他的家和国。简单的说，他直接他的祷告，他的说话连于神的经纶。神要得着一个家，一个国，神要得着他的权柄和彰显，得着成就，所以他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好，还有一位百夫长，我们也喜欢他，他哎，本来有没有他的一个，他这个人很有爱心呢，他一个仆人呢病了，他就是请人去拜托主耶稣了啊。等到啊，一起读一下，没有时间说他。百夫长的信心的说话，只要主的一句话，便让仆人病得医治。本来主要亲自出马来医治他，但是这位百夫长说：“主啊，不要劳驾你了，其实你只要一句话他就好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百夫长啊，我一句话，我的手下就替我办成了。你是万王之王啊，你讲一句话，马上就成就了。哇，主说这样的信心我没看过。”立刻成就了。对，弟兄姊妹，要说对的话。迦南妇人，你看这一故事也记得吧？迦南妇人啊，就是当时主耶稣啊，他来到了这个边界的地方啊，这个边界的地方啊，也就是预表啊，他被挤到啊，怎么样？这个以色列人不欢迎他了，他被挤到桌角去了啊。这时候呢，这位迦南妇人呢、啊，来跟主啊。求祝福啊！主说：“哎呀，我不好啊，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哎，主耶稣话不客气，他照着圣经里啊，这个旧约的原则啊，你是外邦狗，哎，我不能把这个儿女的饼给你狗吃。他没有说就吃你，说我是狗，哦，那就结了，没有祝福了。哎，他马上说：“对对对，我知道啊，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我是外邦狗。”但是主啊，狗也吃啊，主人掉下来睡渣儿，哎，主啊，你现在不是快要掉下来了吗？被挤到桌旁，人家都不要你了，我这个狗狗在这里也等着睡渣儿，不行吗？哦，主这一听啊，心都融化了，主，这个信心好，来读读看，迦南妇人说信心的话，邻座外邦狗享受主座生命的饼，主称赞他的信心真大。他的女儿因而得救，所以我们这样抓住一个原则，我们说一句对的话，一个对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有 power 的，所以我们原则抓住，我们就蒙祝福。看看彼得啊，常说错话，但是一说对话可是不得了，被主称赞的不得了。彼得说什么呀？啊，当时啊，他说：“人说我是谁？有人说这，有人说那。”他说：“那你们说呢？”彼得说：“哦，你是那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彼得说出主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被称为有福的。你看，这些都是对的事例。那怎么样能对的说话呢？照着主的话来祷告，绝对是对的榜样。
对不对呢？我们拿主的话来导读，就是最好的祷告。用太多自己的话不一定有用，用主的话来祷告最有益处。我在这里有没有说过，我遇到几位艺人啊，他们呢有一天我在这个高铁上，他们也去传福音，我们的路上遇到，他们就告诉我啊，他们的牧师啊，哎呀，教导他们最近做一件事，就导读。而且他说他的岳母刚好有身上有重病，他说你跟你岳母不要做别的，每天呢就陪他导读一节主的话，就用主的话来供应他。我听了很有感触啊，导读主首先是在我们中间开始实行的。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珍惜导读的实行，导读就用主的话拿来祷告，这个祷告是有功效的，因为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让我们都操练说做得对啊，我们要有对的祷告，对的宣告，对的说话。那底下还有说不对的事例，赶快看一看。第一是什么？罗德说戏言，这什么故事呢？啊，记得啊，当时那个天使要来拯救罗德的一家，那记得是因为有人说对的话，有对的祷告，叫做亚伯拉罕，对不对呢？所以主借着这个天使要来拯救的时候，哇，要拯救他这个罗德一家啊，他的儿女还有他两个女婿。就在这时候啊，要救的时候，这罗德就说：“你们赶快准备好，这里要灭了，我们赶快走。”结果两个女婿啊，还是准女婿啊，还看不太清楚，反正两个女婿就在那里说话。他说：“就以为哎，我们这个岳父大人呢、啊，又在说笑话了。可见他平常啊，已经一说话就搞笑。”把自己的 credit 都搞掉了，把自己的信用都搞掉，他们就以为啊，他又在开玩笑了。这狼来了讲太多次了，真正狼来了来不及了，就是这个故事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说，习惯说不对，习惯说闲话，慢慢儿女会啊，有一天你讲神的话，他也认为你在开玩笑。我们要学习这一段话，一起读。罗德说戏言，以致他的女婿们听不进天使的话，因而出不了所多玛的被剿灭。好，这里经节读一下。罗德就出去告诉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在说戏言，你看，以为他在说戏言，一定是有很多戏言在前面说过了。所以弟兄姊妹要学习说正确的话。再来，申言者巴兰，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又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巴兰的教训啊。巴兰呢、啊，这个应着巴勒出重金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巴兰又是一个必须听命于神的先知，只是他未立混乱神的道，但是神许可他去，就他一说就变掉，一说就变成祝福。这好，我们读一下。也申言者巴兰怎么样？想去咒诅以色列人，半路被神阻挡，因驴说话才不至丧命。我们都知道，哎呀，神阻挡他，结果呢，他就硬要叫驴走过去，驴就硬挤啊墙壁，弄得巴兰了生气，就打驴，就驴也生气，就回话。哎，他跟驴对起话来，并不害怕呀。如果我骑着驴突然间跟我讲起话来，我吓几天会昏倒啊，我一定从驴上昏倒下来啊。他没有跟他对话，驴说：“哎，我从小服侍你，我有这样吗？你没有，你今天怎么特别这样？”哎。真的是驴已经够驴了，他比驴还驴啊！当我们有别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变成驴了啊！感谢主，无论怎样啊，这个是个不正确的，他存心不对，但是神做特别做的事啊！感谢主，这个故事啊是很有意思的。第三呢是彼得啊，彼得你们都知道 ，Mr. Peter 啊，常常讲这个错误的话啊，几次讲话都被神中途打断，神打断他的话。这里有三个故事，三次说话被神打断。第一次是什么？
在变化山上，父神打断他的话，彼得连自己都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神给他看见基督才是中心和一切，记得吧？当时他看见了，哇，有两个人啊出来跟主耶稣对话，哎，在变化山上，是不是？那一个是谁啊？啊，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哇，他一看，太好了，主啊，我为你们搭三座棚啊，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哇，说的啊，正是津津有味的时候，神父神直接打断，直接打断的话啊，说啊，这是我的爱子，你听他啊，不见一人。他一看，哇，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错误的话，神来打断。又有一次，怎么样？彼得在加百农的屋子里啊，这个那时候啊，又是他很鸡婆了，因为他常常，哎，我们弟兄说的好，他可能是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啊，所以他爱说话嘛，所以每一次啊，所有的新闻记者来都先问他，哎，你说怎么样？有一天就是看到，要纳丁税啊，要纳那个电税，然后就问说，哎，你们的主人啊，这个主耶稣纳不纳税？哎，他是发言人嘛，哎呦，他纳，但他向来守规矩，他纳。哎，主耶稣啊，就说：“哎，彼得啊，我问你啊，这个丁税啊，这个电税啊，哎，就国王啊的儿子要不要纳？国王儿子是不用他说不用纳。那我是谁啊？我是万王之王，哎，我是这位神的儿子，我要不要纳？”这一听啊，他说：“糟糕，答得太快，发言人有误。”哈哈，主说：“好了好了，为了不要这个避免啊。”得罪他们，冒犯他们，你就去钓鱼吧。所以彼得很有名的去罚钓鱼啊，他就钓了半天，一定不知道钓多久。那次主一定稍微折磨他一下啊。他虽然高手，却钓不到，终于钓到一条鱼。他说：“你钓上来，嘴巴上有一块钱，你拿去付丁税，付电税。”哦，你说钓，第一钓半天，第二钓上来还得有钱在里面，都做到了。反正啊，叫他嘴巴含个钱，不能说话啊，真的是学习不要自己说什么，要学习让主做主。这就是基督打断他的话，基督不等彼得开口就先问他，提醒他，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不需要付电税。那第三次，也就是啊，关于这个什么，关于啊哥尼流的故事，我们就读一遍好了。在哥尼流家，圣灵打断他的话，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打断他的话，圣灵给彼得看见，神的救恩赐给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完全一样的。神把救恩转到外邦人身上。犹太外邦在神看来，人在旧约的观念有啊洁净的，有不洁净的，但在神看来，神要拯救的是万人。好，接下去啊，这些我们都看见圣经的事例，要有对的说话，要啊注意不对的说话。然后呢，到第四大点说什么？说的对的操练，怎么样能说的对呢？第一个，来，在生活上，第一小点。拒绝谎言，因为撒旦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的父啊。拒绝谎言，那怎么操练呢？感谢主，最好是积极的被正确的话所充满。最好的操练就是能够充满主的话，用全班的智慧啊，能够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第二个呢，不说戏言闲话。神的儿女是君贵君主祭司，君无戏言，说闲话会漏掉生命。专门有一篇信息，闲话漏掉生命。你我是君尊的祭司体系，要学会怎么样？我们是啊，君子王子训练班呐、啊，我们要学会君无戏言。那么第三呢，来，在灵里说话，学习在圣灵里说，主耶稣在灵里被充满。灵前十二章那里说，我们没有在灵里没有不说主耶稣的。换句话说，你能说主耶稣，就证明你在灵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清早起来应该喊什么？主耶稣。千万不要说小猫快迟到啦啊！不要不要，一起来就骂人啊！第一句话还是哦，主耶稣。
我需要你。哎，要学习啊，说主耶稣就在灵里。第四呢，口出恩言，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受差遣去传福音，宣扬主的话。所以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里面。今天末后的时代，你我是有福的，因为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主的话还要被解开，而且按着正直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昧的人通达。今天不只有圣经，不只有正确的翻译，更有正确的解经。2000年历史，好多解经，有的解经解歪了、解偏了，但是借着前面弟兄的整理，得最做过最好的过滤，今天做出了健康的食品。跟真的是回归正统的教训，健康的教训。今天这些成为我们末后时代最宝贝的享受。感谢主啊！你知道有一次李弟兄对呀、啊、书房服侍的人说：“倪弟兄的文集现在总共几本啊？62本，62册。”他说：“你知道吗？李弟兄说的，他说倪弟兄讲的话，真留下来的文字只有1/10呀、啊。”换句话说，应该是620册啊，只有1/10留下来，有的没有记录，有的当场没有录音，没有怎样，所以只有1/10，真可惜。所以李弟兄就有一个负担，因为很多丰富他都知道，他都听到，他也往前发展，他就说：但愿以后我们的话都要留得下来。因此，他的李弟兄文集，感谢主，是倪弟兄文集的6倍多。那有一位这个不是正面认识倪弟兄的人啊，一听到我们就说啊，有62本，哎呦，那读到什么时候？对我们来讲，62本，感谢主，太少了，不够。我们不只有62本，还有6倍哎啊，还有啊更宽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没有时间浪费，这些话叫你读了安心，读了健康。所以我们如何装备，如何让自己有对的话呢？让对的话充满。而且现在啊，书房的服饰真的是温馨，它所有书房的书啊，再加上 iPhone 的功能啊，还有书房书里面有一个软体，花30-4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个软体啊，读所有信息给你听。所以我现在拿到的这个 iPad 上 iPhone 上面的这个书房的书啊，所以有倪弟兄的62册，李弟兄的所有的书啊，都可以读给你听。哎，我到飞机上我就可以上古岭训练，没有参加过古岭训练，我一上飞机就把古岭训练的信息打开，好好听。哎，可以一篇一篇各种信息好好领受。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啊好好的口出恩言呐、啊，因为我们呢、啊、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里面。对，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浪费生命了，让我们让天天被主的话充满。好，所以呢，第一最好的操练，第一我们前面弟兄告诉我们，学习做录音机，好不好啊？做录音机就把前面弟兄的话好好读过，学习再来说，你越说越准确，因为这些话已经是经过2000年历史的这个筛选啊过滤而成为健康的食品。第二，要学习找到对的帖子，做一个灵帖的人。我们不要靠自己发挥啊，一发挥就过了线了，就啊容易啊岔开了。你我要做一个灵帖的人。第三，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里面。第四，借着祷告让主的话啊成为活的话来啊，再把我们里面充满着，让我们被主充满，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次啊我很感动，有一些弟兄们呢、啊、说话的时候，那真的你感觉啊是洋溢着丰富啊，涌流活水到一个地步，完全呢、啊、超过他们的性格。他们性格本来就是很啊拘谨的，很怎，哇，这一次啊活水涌流啊啊，特别像朱摩西弟兄啊啊，他温文儒雅的，哇，这一次我看他、啊、完全活水涌流啊。陈俊良弟兄也是啊，一个一个啊都是涌流活水啊。
但愿我们都要学习这样被主的话充满，每一个主日早上去活水涌流，这就是第二点了。怎么样？在聚会中来操练。哎，从前两千年历史啊，不是聚会人人讲话都可以讲话的，那时候没这个生态耶，这叫做非拉铁非呀、啊，这就是那个环境生态环境不一样，生态环境叫人人可以操练。可以操练三件事，第一怎么样？不，略有一点力量，要遵守主的话，人人去读主的话，说主的话；还有略有一点力量，去不弃绝主的名，天天呐、啊、连于主的名。换句话说，连于这活的人位，他的素质，他的生命，天天借着话分赐到我们里面。第三，我们呢、啊、略有一点力量。彼此相爱，哇！这一次非拉铁非啊的境界，你我一定要永远守住。我们要彼此热切相爱，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互相争先啊！这样的话才是正确的非拉铁非。来，在聚会中，第一要切慕申言，申言就是为主说话。把主说出来，并把主说到人里面。第二呢，就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的话。因此，我们都能一个的申言。记得前面所说的，借着话创造，借着话托住旧造，对不对？借着话重生新造，借着话喂养新造，借着话供应新造。最后呢，人人说话来建造他的教会。这都是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经过这么多操练以后，目的就是人人都起来说话，但是又不是起来乱说话。我们在主里，在主恢复里，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乱说话的自由，只有充满主的话，说主的话，来成就神的经纶。所以我们不止生活中不随便说话，我们在聚会中更要勇敢说话啊，说建造的话，说哇，这个话要说又多了，对不对呢？要为主说，第一为主说，所以一定要有主的话啊。第二把主说出来，这跟用灵有关呢、啊。你说的是话，你用的是灵，人听见的话，人碰着是你的灵，人得着的是生命的供应啊。把主说出来，还要把主说到人里面啊。你感动的，你受感动的，人就会受感动。你说的话是受感动的，人会受感动；你是蒙光照的，人会蒙光照；你是得震撼的，人会得震撼。你我要一再的被主的话冲击，好叫我们被主充满，去影响别人。第三呢，怎么样？在侍奉配搭里，第一，一起弟兄不一口两舌，姊妹不说谗言，彼此交托在神恩典的话中被建造。第二呢？对召会的带领说积极的话、信心的话、祝福的话，以及建造召会的话。说什么话？对召会要说信心的话、信心的话、祝福的话和建造召会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结语，来，我们一起啊，站起来把结语宣告一下。来，结语，我们要说的对，就是要操练申言。申言乃是为主说话，把主说出来，并把主说到人里面，以及我们要口出恩言，说出供应生命的话，使人得喂养，属灵生命得长大。我们要顺服召会的带领，无论出去探访人或家中小孩聚集，我们彼此都要说积极的话、信心的话、勉励的话与建造召会。哈利路亚，请坐。我很高兴，请坐。今天呢、啊，刚好结束了这个对系列啊。但愿我们都做一个对的人，走在对的路上，也有对的操练，至终成为为主说正确话的人啊。叫我们一说话，教会就得造就，圣徒就得供应，教会就得建造。愿主祝福我们，祝福这一套对系列的信息，哎，来。